香港人不能救了，警察上门拉啲军火贩，连开门俾警察的保安都会被人打，一班黑记咧就做掩护，大家好希望有咁样嘅香港咩？请大家评一评呢个理由。做有冇？啊，你哋三个做咩啊？屌你！你讲乜嘢啊？讲咩啊？你讲乜嘢啊？有人咧就係打啲嘅保安員嚇，然後好撚用錢，但係做乜撚嘢啊？